这边，里边，快放进去就行。几个刀片？四个刀片。这个飞鞭机是四个刀片的，让带进去。水这个东西不是吧？我之前也带过水，我记得。上车之前不让带液体啊。哦，那还不能带呢。蓝色的冰是别对花泡水。我这个是两升的，里边有四个刀片，一号刀里边四个刀片，带水杯，行，那我就带水杯。那孩子奶奶能带吗？好了吧，他俩还要喝奶呢，好看吧这个颜色，不能带，完了，那连奶也不能带，就只能带着吃的了。我还答应人家给人家买奶呢，好看，开始吃着啊。